图。你让我炸呀？哎呀，妈的，你倒茶倒的太慢了！你让我炸他呀？我这。厄斐琉斯这英雄是真惨。全军出击！游戏里边削完云顶削，云顶削完游戏削，游戏削完云顶削，一顿削，削了好几个版本。我觉得可以加强一手，真的。毕竟他没有位移，你知道吧？这种没有位移的 ADC 操作空间并不大。你只能用伤害来弥补，提个大菜刀，你要干啥呀？祖安狂人，挺狂啊！祖安狂人，打这玩意儿呢最烦人。他可以不跟你打，他就光搁这儿撇。我必须得 A 他一下。这波最好是别让兵线进塔，杀不了了。螳螂打野，先把药吃了。这波螳螂敢来就双杀。先把他骸骨打了，来了吧？嗯，来的挺好。来来来，先把螳螂杀了，假装打不过 ，AW。点炎 AQ 一死一个，再 A。耶，他自杀了，他回头甩个飞刀，自己把自己给杀了。哎呦我操！我以为他不能这么想不开呢。我这种兵线他都敢过来，你看。我差点钱呢，咦，这人怎么没了呢？冰不吃，兄弟，你冰不吃我吃，回家了。谁让你卡兵线呢？往上点，省得他一会儿撇我们回家。他指定得往草丛里头撇，你看着呢。撇完以后他就查眼，查完眼我回家了，拜拜。他一切的一切全部都在我掌控之中，看着没？当你的思想已经被别人猜透了，那么你已经输了，嗯，已经输了。我知道你下一步要干什么，你还怎么跟我玩？你说。这波他得推，我们来下路啊！正好我的双 buff 差一点时间，这地方没有眼，过来把他一杀，死了，躲个飞刀，再撇来，撇就自杀，我看你撇不撇？我就想问一下子。为什么这潘森能过来？潘森是什么东西啊？潘森，我操！五分钟，潘森跑上路来了，还行，没有人给我推线，这波线要不然有点炸。
还行啊、哦，还行。没想到吧？没想到，这着实是没想到。哎呀，这都能撇到我！你别让我遇着你，小伙子，我不用你在这撇。又自杀，他撇个菜刀，自己扣个六七十点血。注意点的攀升啊，注意点。八条，吃没了，拜拜。三层溜了，在这回城，他指定还得往这里头撇，你看着点啊，要么就在这塔下挂机，下回的针眼肯定不买了，我肯定不买。这就是一个习惯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其实我就比较适合去打职业，因为我知道深知这视野的重要性。饼干为什么不吃？加蓝，饼干卖了也加蓝，没事。小饼干儿，哎，好肉啊！这螳螂的蓝 buff 是不是刷了呀？他把谁蓝打了？打完蓝，我们打蟹。他搁那撇，让他撇吧，让他撇一会儿。还撇不？我在这等他，你看看他到底这兵线他到底上不上来，上来他就死，就在这等他。等到兵线到这个位置的时候，我们回去。好，差不多了。我这个买眼儿的习惯啊，其实是从一开始就留下的，你知道吗？从一开始英雄联盟可以买假眼的时候，我就每出门必定两个眼儿。这就是好习惯，就我就现在改的这游戏吧，它有点太简单了，你知道吗？卡特可能会异我，交闪没有用，二银钻600块。亏钱好习惯，不是，你真的不知道英雄联盟这游戏视野有多么的重要，你是你不根本不知道它有多重要，你知道吗？
视野可以帮助你赢下这场比赛。即使你钱没有对面多，你只要有视野，你都有可能能赢得了。以前啊、哦，现在费点劲。来了，来上。交闪了，我估计。我套点盐好了，我不知道这蓝枪，我们等一会儿再吃这一些塔啊，要不然他吃着了。哎呦，一些塔没吃掉，没关系，挺好啊，一会儿回来再吃。那潘森怎么又上来了呢？那潘森，把他杀了！就一个人还不杀他，还能被下当呢？热女儿，走吧。这祖安狂人刚才没走啊，狂人挺狂啊，祖安狂人挺狂妄啊。你不要以为你进那个最后边那草丛搁那回城，我不知道呀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你能打得过我吧，小伙子？我们收个一些塔，顺便还收个人头，挺好的。这就是个陷阱，你知道吗？刚才这个塔就是个陷阱。你不会真的以为他好？哎呀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！最后一个 Q 把我 Q 着了，可惜了，可惜了，好可惜！我到后来还没有遇见你。哦，好可惜！我如此的爱你，杀！好可惜，你为什么还不走？好扣，往哪跑？还撇呢？哦，好可惜，你为什么这么小刚？你大爷的！那小破螳螂八级敢往我上路跑？那潘森那小子指定又得来，你看着呢。你咋的呀？我怕你呗。你这是杀我一回，有点找不着北了。我这一看呢，把蓝拿了。
拜拜。希望他们能和俺多过几招。就在这回城，他能来就上当，他都敢不敢来？拿下死亡之舞。有些小子啊，我希望你来。哎呦我操，哎呦我操，哎哎哎，可以，真能跑啊。有些小子啊，我希望你有一个清楚的认知，我是不是你猴哥，我希望你心里能有点数。咋的呀，杀 ADC 是吧？谁允许你的？碰俺们家 ADC。你要是不喜欢我，你就别叫我猴哥，行不行？别叫猴哥这么亲切，我不是你猴哥，听见没？你也不是我弟弟，别叫我猴哥。怎么的呢？你爱叫啥叫啥，别叫我猴哥，我肯定不再认识你，你也别认识我，俺俩就互不相认啊。陌生人你好，陌生人。来个九头蛇，带个秒表，我们无敌了。我才发现咱们家19-21呀，还好这卡特没啥用，这要是个卡萨丁就无敌了。哎呀，下把我想玩一把卡萨丁。走，去把峡谷先锋打了。小龙快刷了，我20秒把它解决了，然后我们去小龙1-5的。他们家的阵容，我们只要不打蒙多啊，1-5这是随便打，因为全是近战。跟我去，别怕。喊你来，往哪走？哎，长不长？高的赖克呀，才，这哪能行呢？抢我兵 ADC， 好小子。好小子啊，好小子，抢我的兵。Q 这么长，满级175啊。哎，这个技能厉害呀，熏悟空和他的分身下次攻击提供175距离，并移除目标30%的护甲，直接给人家那个护甲给移除了。
这不是削减，直接给移除了。你的护甲被我移除了，不好意思。你有闪吗？转转转，拔不了！哎呀，小黄毛的虚区有这么高吗？哎呀，我这秒表民，我寻我 W 一手，再 Q E 再 R， 然后再放那个秒表。哎呀！打大龙了，打大龙了呀，兄弟呀！谁点的投降？谁？哎呦我到现在我都没拆他们家基地，你跟我在这点投降啊？谁点的？谁点的投降？去挂机，我用不着你这把。啊，这把无需你的力量。嗯，你可挺狂啊。呀。哎呀，我的银图啊，我操了！干啥呀？我上啊！往上穿，哪来个螳螂搁后边掏屁股啊？打大龙，战神那必定战神呢，你瞅瞅他们家阵容那全是近战，我都能打得着，只要让我打着那就能吸血。这边不去上路，这边去下路，先去中路，把中路兵收了，升个16，先打个三郎吧。我就俩人，我不用五个人，俩人就行，我也不用三个人，加个日女随便加个人，给我稍微吸引点火力，我们就能五杀。只要不打蒙多，先杀他们家卡特，再杀小黄毛，先杀小黄毛，再杀卡特也可以。这边小黄毛出来，这里有针眼，把针眼先排了，让他们没有视野。把屌死了，没关系，来来来来，就这蓝枪了，来，这波二打五出了，成了，成了。肖刚啊，谁套我的点烟？谁人套的点烟？吸血的，踩我，踩我你不死，往哪抠呢？跑，往哪里跑？回头！我操你猴子的！蒙多拆家拆的挺欢呢。哎呀！
发条来了，发条合个照吧，来吧。最近想买一个小摄像机，那个叫什么摄像机？云台摄。